往生，先讲往生。啊，往生，我们狭义地认识的往生，包括佛教经典上，啊，非常朴实的、非常直白的告诉我们是一种现象。哪个现象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报身结束了寿命的时候，叫舍报，我们这个神识走了，到西方了，上了阿弥陀佛那去了，在那儿在当他那里民众了。然后从那儿再修行啊，各个方面啊，再去怎么样啊，这叫往生，非常直白、非常朴素的、非常传统的认识，也是非常形象的。往生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前世。前世的原理来源于什么？前世的原理来源于什么？众生都有三世，众生又分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我们一讲到众生都认为是有情众生，就是说啊，鸡鸭鹅狗啊，它是有灵识的，各类人呀是有灵识的，天人呀、鬼呀、地狱啊，这些众生它都是有灵识的。这些众生能够成佛，因为它具足本来圆满的佛性啊，所以说它有成佛的那种可能，这是一种众生。还有一种众生叫无情众生，无情众生在佛教界叫气世界，气哪个气知道吧？木器厂的气，木器厂的气，器具的气，叫气世界。气世界就是山川大地、河流湖泊、桌椅板凳，没有情事这种。这两种世界，这两种众生，都是从佛性当中随着因缘的变化，随着因缘的合合而显现的，是这样。所以说佛经上有一句话叫有情无情同源种智，就是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都能圆满佛果，因为无情众生也是从佛性当中随因缘而化现的，包括了三千大地。这也是这个大般涅槃经上讲的，它的含义是吧，涅槃经上有这个含义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众生啊有三世，三世得要理解一下，三世就是这一世、过去世和未来世。过去世又包括了过去一世、一世又一世，未来世也是这样啊，流转不息，是这样。在这里再讲这一点呢，世是什么含义？世啊是一个时间概念，实际上它表达的是一种时间啊，一种时间表示法。比方说我们把世以一个小时为单位的话，我们现在从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那么我们这是这个时，这个时两点以前，从一点到两点那是过去式了，能理解吗？这是佛法的原理。那么一点到再上后推十二点到一点的时候，那就是上一世的上一世了。以一个时间，就是以一个小时为单位作为世计算的话，那么啊，十二点到一点那是过去第三世，对不对？那么十一点到十二点是前第四世，可以这样说，我们前第四世的时候在吃饭，明白了吗？我们这一世在听经闻法，在讲经，就这么简单，不迷信了吗？它就是一个时转、时间的流转概念，懂我意思吗？也就说，如果是以一天为这一世的话，那昨天就是上一世，前天就是上一世的上一世，就这么简单，它是一个时间概念。从这个角度，我们理解佛教的三世，那就更理性了，更科学了，不至于把我们看不到的上一辈子认为是上一世，不至于把佛教的三世这个原理看到是一种迷信，懂那意思吗？那么过去是你啊，未来是你，未来是就是说从讲经完了以后，我们离开这个讲堂，那就是我们的未来世。你说有没有？肯定有，肯定有。比方说，我今天是这一生、这一世、这一世，那么明天死了，明天那也是未来世。明天没死，那是也是未来世。未来世你可能不在这儿，可能在别的地方。这就是佛教的三世因果这个世的真实含义。所以众生啊都有三世，众生都有三世。我们人从这一生来讲啊，上一世、上一生可能是某一类的众生，这一生我们这一类的众生是人，
那么由于它流转不息，所以既然我们有未来世，既然我们有未来世，那未来世到底上哪去？啊，佛经上讲了，啊，我们不再轮回了。假如不通过修行，不通过了脱，不通过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还是在六道的轮回。六道轮回具有六道轮回的不同的痛苦。既然能够了脱，那么为什么不求了脱呢？怎样求了脱？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一生念佛到临死的时候，阿弥陀佛凭借他仰仗他的慈悲愿力来迎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们这个神识去了，上那里去，在做那里的民众了，就是这个含义。这是佛经当中传统意义的往生。往生把它反过来讲叫生往，生是活着的意思，往是去的意思。生往是什么意思？生往就是念佛临终啊，念佛的人临终往生的人，他是不迷惑的。阿弥陀佛接引的时候他非常清楚，阿弥陀佛来的时候很非常清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非常清楚啊，他非常清楚不迷惑啊，也就是说他是生的走的。一般的人死就是死，四大分离，在业力的牵引下，在业障的折障下，失去了自我，随自己的业力而轮转，迷失了，那叫死亡啊。这个往生和死亡它有本质意义上的不一样，它的不同从现象上可能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个往生就是灵识的迁移，我们这个灵识临走的时候把这个灵识叫它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到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再把这个意义再把它说小了，如果不通过念佛，不通过求往生，我们死的时候灵识也会走，那就是一个等流果，一个艺术果。这个等流果是什么？如果说我过去还积累点福报，还啊受过三途五劫，那么我这个肉身舍去的时候，我这个灵识又投生到某个人家当人去了，这一生是人，另外下来的一生是人，这叫等流果报，也叫往生，也可以把它叫做往生。这个往生无非是在我们同一个种类同一个道上往生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还有一种艺术果报，艺术果报是什么意思？仰仗我们过去的善根福德和因缘，可能临死的时候把这个肉体舍下以后，我们这个灵识是天了，成了天人了，成了天人了，就是个形体啊发生了变异，这叫艺术果报啊，都是这个神识的迁移，都是神识的迁移，明白这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极力的念佛，猛烈的忏悔，极力的积累福报，临命终的时候正念不失，我们这个神识自己看到自己做了阿弥陀佛的金莲台，然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我们佛教徒一般人认识的那种往生。这个能明白吗？记住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往生并不非常难，但是你正果非常难，提高往生品位非常难。这里讲的往生的含义啊，等你剖析什么叫开悟，你得知道开悟和往生到底是什么情况。开悟是通过长期的熏修发现了自性的见性，即为开悟。通过长期的熏修见性，见性得有一个很多的前提，得必须是通过修行佛法，因为只有佛法才是了脱之法，只有佛法才能讲到佛性，明白吗？只有佛法才有能够开悟的修行方法，能够了脱，能够证佛果的修行方法啊。在佛教正确理念的指导下，通过长期的熏修正确的佛教方法，才能达到开悟的目的乃至证果的目的啊。通过长期的熏修见佛性了，哪怕我就是很小见佛性了也叫开悟，但不见了这个时候就往生了。往生是舍报，生是迁移，那叫往生。开悟是见性，见性就是啊，见到佛性了，见到自性了。众生的佛性和诸佛如来的佛性是无二无别的啊，
释迦牟尼佛正在圆满佛国的时候，菩提树下感叹：期待期待，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就是那意思。大彻大悟，他发现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智慧德相是什么意思？就是佛性，就是如来藏，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涅槃境界，就是真如，就是妙觉，就是那个佛性，就是本体，它是一个东西，就是诸法实相。懂那意思吗？也可以这样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发现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都本来具足圆满那种佛性，那种本体，就是这个意思。也只有这个基础，有这个理念，有这个基础，众生才有可能成佛，能懂吗？所以开悟是见性啊，见性啊也叫见真。见性和正果还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不同的果位和不同的果位又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如果没有大的差别的话，可以叫它一种东西就可以了。开悟和正果和往生是两个概念。可以说我们很多在家佛弟子求往生，往生之前到往生的时候，很少有人开悟，更很少有人正果，明白吗？它是不一样的档次啊。咱们再展开一点，西方极乐世界它讲九品不同，也叫九品往生嘛。我们在佛法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努力的修持，如果开悟了，念着佛开悟了，再念着佛求往生，和那个什么也不懂，只是念着佛求往生，假如说他两个都能够往生，在那边品位是不一样的，差别是极大的，共业当中它会有别业的，懂吧？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努力的修持，正果了，正出国了啊，或者登几地了，某个地了，然后还是念着佛再求往生的话，和那个一般什么也不懂的念佛求往生，品位也是不同的，差别也是极大极大的，懂那意思吧？一个人不明佛理和一个人非常明白佛理，非常有佛教的正知见，他们两个如果都能往生的话，差别也是不一样的，差别是很大啊。有的人说，哎呀，我不管那一套，我能往生就不错了，下品下生也行了。有的人开始求这个下品下生，下品下生是世间恶人去的地方，世间的恶人很不讲道理的，无理翻缠的那一种，他可以好找人家的麻烦的，哈啊！世间的恶人临命终的时候得于善知识，为其开始并为其助念的话，他升起忏悔心、惭愧心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愿心来的话，也可能往生，就是往生到下品啊。下品和边缘人还有一种，还有一种人就是那种不明佛理的。不明佛理啊，因缘成熟的时候也可能往生，但是明白佛理的这个求往生，他肯定是下品以上，中品或者中品以上。这个品位啊，经常讲到分九种，我们一听九啊，它无非是九类嘛，但是这个差别是极大极大的，等等啊。我们讲到往生的含义，又讲到开悟是啥意思，可以看得出来，开悟和往生是不一样的。开悟和往生是不一样，有的人开悟了，开悟以后他还不到死的时候，那么他还一直在修，一直在积累福报，临终的时候哎走了，人家是开悟了以后走的，肯定品位就不一样。有的人念了一辈子佛，到临走了也没开悟啊，有的人上那边去了，还在那块花里包里，还是编的一种的，你看还没有正品，还是一幻的啊，是不一样的。这样能明白了吗？这是个善知识，还是说的，就是怎么去分别的善知识？好，
可以这样说，这个我们去分别什么谁是善知识啊，谁不是善知识，可以说在看经书少的前提下是很难做到的。没有一点点佛学知识，光凭人去讲，那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那天我打了个比喻，就是一个盲人，一个瞎子骑上了个摩托，后边的人说：“你加油啊！”坏了，危险已经更大了，就是这个意思。目标不明确的时候，你仅仅是加油就坏了。啊，我们学佛的人也是一样，你没有佛教的正确之见，只是剩下虔诚了，那就等于很危险。是那意思，马路上被那假和尚骗的不都是很虔诚的啊？大娘啊，捐个款吧，见四了，好好好，过后就骂上假的，他不说那个人假的，把和尚都骂成假的，坏，你看拿出钱来造了新的业，把整个僧团都骂了，有这种人吗？啊，他就是有虔诚，没有虔诚他不给那钱啊，只剩下虔诚了。所以佛教释迦牟尼佛要求我们多亲近善知识，前提是善知识，方法是多。我们现在来讲最大的善知识是谁知道吗？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大的善知识是谁能找到的？说说金律论或者三藏。对呀，啊，我们现在所能够亲近到的最大的善知识就是佛经。所以说你的前提是诵经诵的少，怎样去分别谁是善知识谁是不是善知识，那就很危险，明白吗？因为我本来诵经诵的少，我就是听一个人讲，这个人讲的是对是错，你怎么去分别呢？啊，所以说佛弟子啊要想安全多读诵原经文。为什么？记住一条，读诵经典也有初时间功德，我们能否证果，能否开悟，能否往生，凭借的是功德。思想上是通过念佛，但它仰仗的是功德，没有功德这声佛号你也提不起来，没有功德阿弥陀佛在你跟前显现你看不到它，没有功德你怎样去开显智慧？功德哪来的？就是如理如法的长期的熏修。所以说我们多看原经文，这是比较安全的，明白吗？接下来还要多听讲谁的讲呢？多听善知识的讲。假如别人说哎，这个人讲好，讲的大部分是佛的东西，你可以去听，听着听着有另外一个法师来讲了，另外一个啊这个善知识讲了，也是类似的那个问题啊，你听着别人说他讲的挺好，你也可以听，听着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糊糊，原理只要不违背佛经原理，那他就是个善知识。形式上方面上层面上他有可能讲的不一样，但是原理不可能不一样，原理假如说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有和佛不一样的这个人讲的不一样的这个人啊。如果你发现他讲的有一个人讲的和佛讲的不一样，那可以说那个人就不是个善知识啊。论点上讲，说法论义皆合经义，行此行者命善知识。说法论义结合经义，就是无论他怎么讲，无论怎么善巧，无论怎么方便，解释的是佛的原理，懂那意思吗？这就叫善知识。所以说当我们没有去读诵经典都开始分别哪个是善知识的话，那很危险，你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标准啊。即使是多听讲，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能放弃我们多诵经典，包括净土方面也是，净土方面念佛求往生，念佛求往生非常方便，越方便啊越我们应该谨慎啊，越应该啊确定成就。怎样才能确定成就呢？啊，在念佛的同时也要多诵经。刚才讲到嘛，诵经本来就是一种修行，诵经本来它产生一种初时间的功德，诵经本来能够消业，诵经本来能够开显智慧，能够积累福报，诵经本来是一种佛教史上的传统的修行方式，
懂吧？佛教史上的传统的修行方式是读诵经典，懂那意思吗？有的人以抄经为终生的修行方法，那是可以，它也是产生功德，懂不懂？当你有了功德，再去念阿弥陀佛，容易上道，非常容易生欢喜心，非常容易产生法喜，明白吗？非常容易和诸佛如来相应，懂吗？原来我讲过一个例子，我们是念佛的，突然间有一天你的邻居家起了火了，你的邻居喊快来帮帮忙，你就说了别耽误我的时间，我念佛了，那不是疯子，那是佛弟子，那是念佛吗？阿弥陀佛现身在这里念佛的时候，你的邻居熄了火还去救助我，这叫行善，行善就是念佛，是念的佛的行事，懂吗？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是和佛的慈悲愿力，这就叫念佛，是和佛的要求相应。佛的什么要求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是诸佛如来的要求。阿弥陀佛也应该这样要求，也是这样要求的啊，众善奉行，是不是？我们已经说到过了，你认为放生不像念佛吗？你认为过去的佛没有放过生吗？是吧？哎呀，我们的心中啊，现在心中个别人啊，很可怜，很可怜，懂吗？学会修行，知道怎样去修行，刹那刹那都。你看我们在家里边哈，你看到了夏天吧，那些米啊、大米啊、粮食啊都要长虫子，但是长了虫子你不可能放了一袋大米或者说也都拿去扔了供养虫子，但是有时候你挑的时候也不一定挑得干净的，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嘛，家里吃饭嘛，你看我们家有学徒的有不学徒的，但是他们还是就是叫他都跟我们一块吃素，他们也办不到，办不到。但是我们要是说不跟他做嘛，像我现在都不跟他做，不跟他做，他就上市场买些卤肉啊，我也觉得老吃一些卤的东西哈也不好。但是如果说你不跟他做，他就不，他也不叫你做，他就在外面还卖卤肉啊、卤鸡、卤鸭呀这些东西回来吃，那吃的还比较轻一点。但如果做的话嘛，我们觉得有点，好像又不如法。请师傅开始应该怎样处理？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嗯，但是一是说佛的家庭里想吃肉，你已经吃素了。对，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地方都回答过了，也是很多佛弟子遇到的一个普通的家庭问题啊。作为我们家庭主妇来讲怎么办？尽量不做，尽量不做。比方说你的家人啊，必须让你做，你的家人没有时间，就是你是一个做饭的，那一定要掌握住不杀生啊，三净肉全巧也可以用一下，你是你的素有有功德啊。他们当时没法吃素，没有吃素，那么你要掌握住三净肉。如果让他们自己去搞的话，可能搞活的，那可能有杀生的这个危险和这个因缘了。所以说你去善巧一些。刚才你讲到了，我不给他做，他就出去吃卤肉，先停在那里啊，卤鸡啊、卤鸭呀、卤肉啊。你认为老是吃卤的东西不好，对身体不好，当你的家人也认为吃卤的也不好的话，慢慢他也不吃啊，是不是？他不认识你啊，他不那么认。当你的家人也认为吃卤的不好的话，他就慢慢的吃，是不是？我说话你可听全了啊。这第一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反过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讲第二个问题，家里这个米啊、面啊招虫子，生虫了。有的虫子呢，它是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啊，一抓一个大团。那么招了虫子了，生虫了，我不可能一袋子米全倒掉，一袋子面全倒掉，怎么办？五代僧人呀，啊，身上生了十个以后啊，痒痒痒痒一摸，
我后来他叫什么？我们叫姥姥，姥姥，湿的是吧？你把你穿的啥呀？冬天咋办？哎，就拿些棉絮啊，拿些棉絮把那个湿的包起来，放到他一个竹筒里面，然后用那些油腻的饭菜放进去，就把它放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也给他念经回向了，明白吗？所以众生的生命是有生有灭的，生老病死是众生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每一个僧人不可能保证他所接触的所有的众生都能长命百岁或者长生不死，不可能。包括我们放生花的鱼啊鸟啊，放了你不能保证我们放的这个永远不死，只是我们借着这种因缘来激发我们的菩提心慈悲心，来引导大家向善，来跟这个众生结为缘，暂缓他，叫他延长寿命而已。啊，给他念佛回向，种下个究竟成佛之因。啊，放生，这是个依归，这是个原理。同样，我们家里生的这个粮食、米面，生了虫子怎么办？一看一团，啊，找个合适的地方，你认为它能够生存的地方，把这一团悄悄的、小心翼翼的，因为这是众生啊。这是自己的这个和自己有缘的众生啊，那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学佛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他跟不是一般的人结缘，那也不是一般的众生，是吧？啊，小心翼翼的把他安排好，再给他一部分粮食，哎，念念佛回向一下，顺其自然嘛。那我们那边就是给他装好，铺上泥，给他放到长台上头，让他。他那个小虫子不最后都变成蛾子了嘛、他会就会对，那就走了。那头一天放上去，第二天那晚上下大雨，一下子虫了。那就是造化了，没办法。刚才讲的没办法，我们尽自己的责任，尽我们的责任，很难保证和我们所有的接触的众生都能让他啊长生不老，很难保证。尽我们的责，懂吗？念佛回向，念佛回向，因为他本来是畜生，畜生本来就很，懂吗？就这样处理。在这种情况，你只要有一点善巧，就能很快做这个安排，好吧？哎，师傅，我向你求个法。我们楼上一个小男孩吧，天天晚上到11点来钟，他就开始哭，是什么原因呢？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好，坐。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就是一些委员，这种委员，实际上也不大，也不重要，但是你，作为我们一个家庭来讲，他就是，需要解决一些方面。如果一个小孩哭一夜，啊，晚上就哭，哭得很厉害，异常了，那么第一，我们需要到医院，让医生检查一下，啊，借助医疗手段，啊，第二呢，可以用大悲绳索来解决。大悲成佛在大悲经上讲得很清楚，用五彩线，红白红蓝黄绿五彩线，用那个五彩线啊，把它截开，大约是不到20长，一指半长左右啊，先念五遍大悲咒，加持这个五彩线，加持完了五遍以后，你再念大悲咒21遍，这个21遍是每念一遍在这个五彩线上接一个疙瘩，每念一遍接一个疙瘩，一边念着一边打结，最后念完的时候记住，一边念着一边打结，最后念完的时候记住，那样整体下来是念了26遍大悲咒，这个线上一共21个疙瘩，懂没懂？然后你把这个大悲绳索给这个小孩系到脖子上，这是经上的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应该是很灵验。大家可以试一下，精神方法很多，可以试一下。至于什么原因，哎，我不知道。先让医生查，然后再用这种方法去处理一下。再一个就是极力的念佛回向，极力的求观音菩萨加持，这是一个很保险的方法，好吧？绕佛为什么又绕几圈为宜，绕它也一样嘛。大家一定要明白，佛法是因缘法，一讲到因缘法是一个缘起的存在，
这个缘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缘显现的时候，它预示着果报的显现，就是这个道理。当因缘显现的时候，就预示着果报的显现，很简单。当你念佛的时候，就预示着你要成佛。念佛是一种缘，发愿往生是一种缘，相信是一种缘，心甘情愿具足了，就预示着要成佛。并且是时间还是一种缘，当你这个现实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也预示着这个果报要显现，这个叫缘起法，也叫因缘法。啊，佛教的一些事项就是因缘的显现，因缘的聚合和合，它才显现一些事项。绕佛为什么又绕？又绕在古代印度，它是一种非常高的礼数，啊，非常高的礼仪。它这个缘起啊也很重要，啊，比方说佛的法器，它这个法器是右旋的，佛的这个毫毛是右旋的，它这个白毫光是右旋的，啊，再就是它这个胸前这个腕子是右旋的，这是一种缘起。所以绕佛的时候，啊，佛的弟子在绕佛的时候都是右绕。我们啊，修行佛法的时候，有一些文艺也体现出来，比方说经行啊，绕佛呀。我们你看打佛七的时候，念佛啊，抬着背很整齐，念佛这样绕，这就叫右绕等等。出家人经行的时候也是右绕，经行啊就是吃完饭以后啊，先不急着打坐啊，先不急着坐下来，要活动一下，一边活动一边关照这个心，当下这个念头，那么他就走动，也叫静行，啊，还有一种静行，他叫走香，也叫跑香，就是在入定禅坐之前，先多活动，活动身体，活动身体，它主要的方式也是右绕，啊，这是一种演戏的一种尾仪，一种仪规，啊，绕塔也是这样，包括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比方说我们去五台山朝拜的时候。在那个塔院寺，啊，礼拜和绕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塔的时候，底下有一溜那个转经筒，知道吧？见到过转经筒吗？见到过。啊，那个转经筒它是让人转的，让人用手去拨的，啊，那个转经筒怎么拨呢？不要反转，一定要右绕，这样拨一下，就这样右绕，因为它里边装了很多经文。装经文它有一定的要求，装经文呀，它是也是右绕。当你装着那个经文的顺序，当你这样转的时候，右绕转经筒的时候，那个经文呀也是从头到尾有次第有顺序。啊，比方说那里面装的是《嗡嘛呢叭咪吽》六字大明咒吧，它是从嗡字开始。那么我们正好右绕着转经筒的时候，里面的经文是从嗡字开始，啊，《嗡嘛呢叭咪吽》它这样。那里边装了很多很多的经文，根据经上讲，我们转这一圈转经筒的功德，经上讲啊，相当于什么呢？这一圈转经筒这功德，相当于同时念诵了这个转经筒里边所装下的那个经文的遍数。比方说六字大明咒，你那经转经筒里边装了是十万遍。因为我们印了十万遍，然后卷起来把它装到那个转经筒里面，有十万遍六字大明咒装进去了，装进去以后我转这一遍转经筒，相当于念了十万遍转经筒的功德。我们在很多这个电影上资料片见到很多藏民，他们走的路也是这样，那叫手摇转经筒，有风转经筒，现在有了电转经筒，有地转经筒，这个地转经筒就是五台山那种，五台山那个在地下竖着，啊，在地下竖着，我们走路的时候，绕塔的时候，同时把那转经筒也绕了，就是在你绕塔的同时，也积累了这个转经筒的功德，就是这个含义。所以这个绕塔也是需要右绕，经行也需要右绕，那么几圈为宜。啊，它叫几匝，几匝，几匝就是几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一般在寺院里做客，
就中间一个绕佛，绕佛回来以后，佛前三跪拜的，最后一个回向，啊，他要求是三圈，在寺院正常做课三圈。如果你是打佛七，那你就右绕就行了，根据你的时间安排，几圈可以不管它。如果说你想知道几圈，一般情况就是，是单数。一般情况是单数。佛教最吉祥的数字，最常用的数字是七。这个七也是个循环数字，在某种意义上讲，七也是个圆满数字，就等于说圆满了它才循环，就是这个含义。啊，三也好，五也好，七也好，九也好，啊，108也行，49也行，往往是单数。这个108是双数，108呢，它是来自于佛经，啊，佛陀也把众生的烦恼大体上分为108个，那个意思是，你如果是磕头也好，念佛也好，啊，磕一个头代表降服一种烦恼，啊，拜一个佛或者念一句佛代表降服一种烦恼。我们的念珠就是这样来的。为什么穿起来108？108这长度掐得好，正好，啊，用起来方便。那么108这个念珠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计数啊，念一句佛或者诵一遍经，数一个，绕过一个去，活过一个去，这样的话你就代表降服一种烦恼，还是一种表法。